美丽的瀑布旁边竟然是一堆垃圾，镜头一扫过去，烤肉网、没吃完的食物、满地的宝特瓶、啤酒、玻璃瓶，竟然还有尿布，丢的到处都是。民众上山戏水消暑，却惊见满山满谷的垃圾，动手清理时还不小心被碎玻璃割伤了。我是跟朋友去玩，我们大概二十几个，有玻璃在捡的时候有两三个，其实我们手都有割到了，都流血，没有办法带了，因为真的太重，大概带10来包有了。台北的陈先生是潜水教练，7月3号他跟20位好友相约到苗栗泰安的达比措溪跟冬瓜山瀑布，大家开心溯溪消暑，却惊见美丽的山林被垃圾包围，气得拍下影片发文痛批，真的是太没水准了。大自然好山好水，大家来玩，垃圾为什么不带走？家教在哪？修养在哪？网友也留言炮轰，真的很没水准，这素质真的不行，太差了，丢脸。很多戏水景点都这样，苍蝇在垃圾旁边飞，石头溪边都是油，很破坏环境。更有人说山上不能生火，乱丢垃圾的人应该罚个10万、20万，一直都这样啊，每个游客开着豪车来，结果车乱停，垃圾就地丢，不正当的行为。还有野生动物会捡食那个东西来吃，我们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就是都会自备垃圾袋。苗栗泰安达比措溯溪被称为一生一定要热血一次的溯溪入门推荐景点，能玩跳水、深潭泳渡，适合亲子共游。溯溪后还可以到附近的泰安温泉泡汤，网路售就贩售了一堆套装体验行程。暑假开始人潮更是爆满，全往山上消暑，但垃圾一定要记得带下山。山区野溪也严禁焚烧明火与烤肉，违反森林法可处12万到60万元。东森新闻高中张成元在台中的采访报道。